恭喜小戴二局直落拿到小组赛首胜。时隔多月，小戴再次回归羽球赛场，为了这次奥运可谓是准备了很久。虽然说在今天的比赛中谭琳一首局给小戴造成了不小的压力，但小戴随着不断的发力，终究还是没有太大意外的完成取胜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赛场上小戴多次的去拉着左大腿，这样的情况就让人很担忧。小戴这次巴黎奥运的身体状况，面对即将相遇的英达农，就需要去看英达农的状态会是怎么样。英达农也将是小戴继续奥运的第一大难关，而小戴与谭琳妮的这场比赛几乎是与此前两人的对阵情况相似，同样是谭琳妮开局给出压迫感，同样是小戴后首发力完成取胜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小戴的失误确实在刚上场不久，相比之下更多一些，这也是在刚上赛场上的一些不习惯，面对新的赛场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。但双方的能力在赛场上就非常轻易的弄够看出来，小戴的主动得分手段实在太多，而谭琳妮的得分大部分都是小戴的失误，通过不断的调动让小戴出现失误，在比分上保持领先优势。同样的剧本在下半局上演，在下半局两人才提起速度，而在奥运期间的小戴由于左腿原因，在赛场上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也就让谭琳妮有了更多的得分机会，而小戴则是在下半局通过加强出球的强度，在技术上依旧稳稳拿到首局胜利。小戴的变线看起来非常的写意，只是轻轻的挥拍就能打出出乎意料的效果，在赛场上表现得非常从容不迫。而在奥运上，小戴和谭琳妮的对阵与本场比赛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第二局，也许是由于左腿的影响，小戴打得并没有像这场比赛一样，反而谭琳妮抓住了更多的机会，同样给小戴不断制造压力。在比分上小戴依旧没有拉开分差，
而这场比赛的小戴在第二局的开局不久就拉开了分差，状态有着明显的区别。画面上小戴看起来打得非常轻松，却是小戴的控制能力在当前羽坛依旧是处于顶尖的水平，在神鬼莫测的变化面前依旧能够做到一招先吃遍天，即使是被各团队研究多年，但一旦控制起来就很难脱离出来了。在巅峰时不断有人感叹，只要小戴不失误那他就是无敌的，而这场比赛仿佛是因为分差太大，心态放松下来之后接连出现多个判断失误，让谭莲妮接连得分，这也与奥运赛场小戴因速度的不够而被谭莲妮追分相差太多。可以说这场比赛所表现的状态与奥运两人对阵的状态实在好太多，这时候的小戴表现得非常从容，调整过来的小戴手感非常在线，而在奥运期间小戴多次的拉腿就让人非常担忧小戴的身体和心态了。不过终究是拿到了奥运小组赛首胜，希望能够在后面比赛中有着更好的状态，不留遗憾。